感谢改了昵称一定能中奖送上的大火箭，谢谢。改了昵称一定能中奖，好，等会还剩1500的红包，看你能不能中到。1.35，我的目标是2亿。来同志，敢不敢来同志？两家不要同，一家不要调，这牌形势对我来说很好。上了一张，这个上一张等于上两张，明白吧？能碰，别这么搞。有捧才有港，有港才有钱，有钱才舒服。哦，这个人也收铜子，看来这把不是很好打。感谢容易芒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哎呀，他老是上万，好烦啊！这个六筒不能碰啊，碰就炸了。漂亮，现在要的就是七筒，六七八五六七，碰两对听牌单调，单调他一手二筒，很好，完美。六七八五六七二三四。碰一个听牌，完美听牌，卡三条，这个牌并不是很好，我可能要改。啊，打来了呀，那胡吧，这个胡了，这个要胡了，屁胡也胡啊，屁胡也胡，1.385亿，不好意思，斗鱼却胜，能胡就胡。不解释。他也是小屁虎。这盘不是说咸鱼不咸鱼，这盘没办法，知道吧？只能做一条咸鱼，只能做一条咸鱼。有时候做咸鱼也不错，做一条安静的咸鱼也很好。江德儿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，没有你像一条咸鱼。够了，帮我武器大师，帮我德莱厄斯留一手泰达米尔，但这把我不耍泰达米尔，我这把耍他一手蒙多祖安狂人蒙多，好像祖安狂人遇到这个东西有点烦，我这把耍一手剑魔怎么样？好久没玩了，算了，这把耍他一手这个不能耍，这个怎么样？蘑菇，蘑菇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说实话，上单蘑菇，不要以为他怂，上单蘑菇很骚的，很恶心，明白吗？我用恶心来形容，彗星和艾迪都可以，都可以带，我选择带一手彗星，伤害更高，掘墓人。掘墓人有点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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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迅捷，斥候。啊，内瑟斯啊，内瑟斯是打野吧？哦，掘墓人打野。行，来吧，迅捷斥候。很多人其实比较看扁这个题目，觉得迅捷斥候没什么用，对吧？很捞。其实不是，它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的一个英雄，两极化英雄。你某方面会很强，某方面会很弱，所以我们要避其短处，发挥其长处，让它简单点。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低音王子就是我，俗称镜湖区低音炮。卡在这个位置，就卡在这里。哎，上来先掏他一下，掏完就跑，很舒服，小赚一波。感谢两只鱼送上的小飞碟。啊，不是这个东西吗？哇，这狗头雕啊，他打中，他知道跟我打他要炸，可以换路。上单低音炮，毒死你，痛不痛？超级痛。这维嘉打我好打多了，但是我这个 Q 可比他伤害高多了，又稳定，疯狂的骚扰他。有情况。二继续 W， 不学一 A 不到他。感谢贾克斯狂魔开通的子爵。骚扰，痛不痛？超痛！哎呀，哇，他居然敢点我！二级 Q， 二级致盲，哇，这炮车有点猛啊！痛不痛？走位，躲掉，吃个药，强行压制，打野掘墓人抓不到我。第一波闪现可以躲的，所以无所谓。第一波肯定要压制他。哎，这也炸到我了。哎呦我靠，哎呦我靠，哎呦我靠，这没学艺漏刀，这漏了好多刀，补刀手感不好。迅捷斥候，痛不痛？巨痛，有毒了啊，平 A 有毒了。迅捷斥候，这杀不掉，这个平 A 接 Q 能秒，所以我的细节先补刀，闪死亡闪现，他没交，交就是死亡闪现，只要平 A 出去，我 Q 必定追出去。赶快，他打野没来。这波线可以推，抛出刺龙，赶快推线。OK， 走了，1100块，第一件装备炉灯的回声。但是在出这个之前，我先买个腐败药水，加上他一个戒指。再来那个鞋子，这个 Q 就痛了。他有闪，我没闪了，我要控线了。不控线的话，这个掘墓人一来，跟他干。也许
这个智盲崔健好痛啊，太恶心了。小线一控抓不到，赶快跑。我以为要来人了，哎，来人了吗？为什么突然的奔放起来了？这个人现在 Q 一下附带魔法伤害，药水魔法伤害剧痛，跑得快。我虽然杀不了他，但是 Q 的他吃不消。来个蘑菇推波线，对不起，移速超快，炮车必吃。他想益我不好益的，他队友在想吃药保持满血，他的大招没什么威力。他已经没好的不行了，还不回家？你想怎样？你想怎样？这个人也太……为了这波钱，命都可以不要，我服。智盲崔健，来一层打皮，8-1。回家了，回家喽！走了。这个人好像是跟我今天早上遇到的那个，我隐身的。怎么有点像今天早上遇到的那个脚本？你有没有发现？有点像。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人为操作。我今天早上遇到一个脚本挂机的，指挥 Q 兵。这把我只能说高手在我这边。智盲，哎呦我靠，给他跑了，这狗头来了，拜拜。没事，他抓不到了。秦王绕柱，我就在这回城。哎，12-2，这优势太大了。
本以为他去中，我靠，这么强！这把狙击高手在我这边。这边下路应该厉害，这里有个魔锅，缓速 QA 伤害爆炸，舒服。我靠，我们队友太强了吧！我靠，吊塔被他逮到了。来来来，我来了，搞他一波。W 一开 ，QJA 放个蘑菇。这个蘑菇引爆有点晚，要能秒爆的话还可以。那我觉得这个英雄就能够拿得上台面了。往脚底一放，直接爆，或者手动引发，连续按两个啊，丢蘑菇引爆，还不错。我可以帮一波，这个位置已经海底捞了，都得死。来一个魔锅，来一个魔锅，致盲吹剑平 A， 平 A， 吃魔锅，致盲吹剑全部带着。前有狼，后有菇，嘿嘿。来个致盲，我这个致盲推荐，致盲推荐，帮你打一下，不要慌。来个致盲推荐，致盲推荐，四分之一。我们去把峡谷吃了，我一个人把峡谷打了，打完我去偷一下。来来来，把这个打了。哟，引爆不了，打了打了打了，这把优势太大。感谢纽约市第一发条魔灵的飞机，谢谢。啥人说？啥人说？优势这么大，抱团推下啊！我下去推。感谢第一发条魔灵的三个飞机，谢谢。吊打吊打，实力分配不均。来，我有峡谷，陪我一下。在推之前，先把入口放一个必吃蘑菇，这个蘑菇过不来。在这里放一个逃跑蘑菇。哦，这就没知道。没人了，在这里放一个必吃蘑菇。没事，我有闪，没关系，放个逃跑蘑菇。哎，他死了，撤得有点快。我有峡谷，好，这波他们应该是要全部都回。来峡谷，
这波守不住了，来放个撤退蘑菇，防干克菇。致盲推荐撤退菇，来一个。感谢第一发条魔灵的大玩心，感谢小年轻的2000个飞碟，谢谢。把他秒了，秒了，致盲推荐秒了，点套，点套，点套，撤退菇，秒了，舒服，回家。我觉得我这把不需要，精神了。我现在 Q 一下脆皮，大概五分之三，500多，加上彗星、毒液，哦，炸裂，炸裂，这一下好痛啊！踩我一个蘑菇，接个 Q 死了，就死了。感谢冰大生物课代表的飞机，谢谢。吃你一个小石头人应该没意见吧？不会这么小心。结束，结束。这把优势太大，想玩一把内射师，就是狗头，点他，点他，哇！撤退菇，撤退菇，没事，我有撤退菇，吃我蘑菇。这个蘑菇小兵踩不到，位置放得非常的刁。这里放一个，致盲推荐接平 A， 彗星炸一下再毒，撤退菇，中间的走过来，哎呦，我靠！还是太窄了，太窄了。致盲吹剑，没事。撤退锅来一个，感谢第一发条魔灵的，你敢伤我？撤退锅，炸他！我靠！感谢第一发条魔灵的大火箭，谢谢。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么多人？我靠！上把1500红包，这把500，加在一块200。OK， 抽起来。来来来，算了，这些人还是留一手的呀。我以为他们放弃了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哎，不用大龙了，不用大龙了。开个玩笑，2000，2000！哎呀，你们真的是，玩笑话都听不出来吗？致盲吹剑，致盲吹剑，踩锅。采蘑菇的内射师，
红包抽起来，这把最多死一次。死五次啊，就死一次。玩内设施喽，来一把内设施，你们应该很喜欢这个。